光啊，你射到对方车或者你射到拉尾嘅照后镜啊，所以我就会有一种 spotlight， 好似 BMW 嗰啲高级车咁样嘅 ，BMW 高级车咁样样嘅，所以就多呢一套电板，你个 special 就系好似 BMW original spotlight， 好似 Denery 嗰啲咁样嘅 brand 嘅，但系如果系你一讲到 Denery， 个个咧就应该会走好似 F1 咁样三百几只走嘅。走都唔似嘅，因為嗰啲好貴，嗰啲千差喇埋啊，安得快嚟啦，四個 LED 好似咁樣樣，四個 LED 噶啦，都係4000几5000啊，包埋 accessory， 包埋 program 落去，就 build in 咗氣缸同 BMW GS 喺嗰度 control 光暗呢樣。好，如果你可以咁樣調翻暗去，啊，你咁樣咧就唔要塵到人啦，因為越嚟越暗，啊，一調翻光去就光啲。啊！而家喺度，啊呢、這个系最光啊，睇，好，啊，到 minimum， 啊呢、這个系最暗啊，睇到，啊呢、這个 minimum，OK， 第二 maximum， 啊 OK，minimum，minimum， 啊呢、這个系最暗。OK， double light， 大家谂下谂下 double light， 啊呢个 double light，OK， 大家大家谂下谂下，等下大家 function， 啊，所以 double light 有三个 function，OK， on ballet normal， 啊 OK， maximum， maximum， OK， horn 呢？啊，今日 special 啲，今日 special 要介绍下，我将会入少少产品嚟，关于坐跛用嘅嗰啲产品啊，系因为我坐跛坐喺三年啦，有三年经验，介绍啲产品系好适合你哋用嘅。OK， 所以我今日讲嘅就系我要介绍，我将会啊入呢啲 spotlight 啊，呢个 spotlight 啊呢种啊。所以呢个系246，呢个六个 LED 同埋四个 LED 啊。所以 spotlight 有好多种啊，呢啲 spotlight 可以讲系超光嘅，而且系好贵嘅添。问题贵，佢系睇佢嘅功能贵嘅啫。所以呢啲咁嘅 spotlight 普普通通，如果系超光噶啦 ，market price 好似咁样嘅款啊，佢哋出边卖系600至700扣左右啦。呢啲。四粒嘅超光噶啦，一唔系讲普通嘅超光嘅咧，就平啲啲，500几咁样啦，买啫啦，冇包安嘅。所以我入呢只，我入呢只 special 嘅系咩？叫做超光，因为我哋夜晚系爱超光啊，眼有时会射到人啊，即系讲你超光啊，你射到对方车或者你射到拉尾嘅照后镜啊，所以我就会。有一种 spotlight， 好似 BMW 嗰啲高级车咁样嘅 ，BMW 高级车咁样样嘅，所以就多呢一套电板。佢个 special 就系好似 BMW original spotlight， 好似 Denery 嗰啲咁样嘅 brand 嘅。但系如果系你一讲到 Denery， 个个咧就应该会走好似 F1 咁样300几只走嘅，走都唔似嘅，因为嗰啲好贵，嗰啲。千差喇埋啊，安得快嚟啦！四个 LED 好似咁样样，四个 LED 噶啦，都系4000几5000啊，包埋 accessory， 包埋 program 落去，就 build in 咗气缸同 BMW GS 嘅嗰度 control 光暗。啊，呢个甩咗黐牌先。OK， 所以依家我就睇到呢个问题，因为距离太远咗，因为嗰啲 blended 嘅 spotlight 距离太远咗，都变喺我哋呢啲普通嘅重机啊，或者啲日本 brand 啊，中國車啊，嗰啲肯定唔會考慮會買咁 blended 同埋咁貴嘅 spotlight 咯。所以依家我就我個人啊，呢個係我個 brand 嚟噶，我個 brand 遲啲我俾你知道我個 spotlight 係咩 brand。所以我就個人入呢一隻，所以呢度就係有得校光暗嘅。得吉先，得吉咪呢？得吉得吉，打冇松得吉啊 ？OK， 要等啦。所以呢度可以咁樣扭嘅。啊，即系讲你觉得射到人嘅时候，你可以扭暗啲佢，
或者你扭缸啊，佢个功能咁样揿一下，揿一下一样嘅，有 flash flash， 会有跟看看揿看去闪灯，同埋你可以 control 佢嗰个 double light 闪嚟闪去，系一模一样嘅。但系如果我哋咁样样 option 啦，咁样一 set 嚟啦，会平好多好多啊！大致上啦，响1000嗰度咁样样啫，就好似有 BMW GS 咁样嘅功能，只不过佢系 option 啦啫。所以你哋啊，期待我啦！到时如果我嚟齐啲货啊，有两个 model 啦，啊又贵又平啦 ，Lovely 啦，有咁样嘅功能啊，好似 BMW 咁嘅功能啦，佢哋嗰啲贵 brand 嘅 spotlight 啦，两个 model， 两个 model。都系大概啦，我唔知啦，货未嚟啦。到时如果你哋爱嘅，可以 pre order 我嘅，啊 pre order 更加平啊，因为我 direct 喺厂嗰度做咗，直头俾你哋 pre order special price。OK， 如果冇 pre order 嘅咧，就肯定会贵嘅。所以佢都一样又比较贵你咁样及。OK， 所以呢个 spotlight 嘅牌子，到时我俾你哋咩知道。所以我依家同厂家倾紧。所以你哋期待我呢个 spotlight， OK， 可以校光暗嘅。所以就系 special 就系呢一套 contourer， 可以校光暗嘅。嚟再睇多排，整下你呢套都得啲，你加 skit， 揽下 skit， 啊，等紧啊 ，OK 啊，可以咁样扭嘅啦，睇多排，啊，嗰啲补先咪就得 ，OK， 敬请留意，银哥千嘅 spotlight。你全部普通车都可以用嘅，就唔需要讲话买到咁 branded 嘅 spotlight。所以我哋有我哋嘅中级 spotlight， 啊，价钱系好公道嘅，一个4000-5000、6000-7000，一个1000蚊可以搞掂嘅。我哋嘅分别就喺呢度，大家功能系一样嘅，大家都系咁光，大家都有得校光暗嘅。我哋嘅比较容易安同埋容易控制。OK， 拜拜。Okay。啊！呢、這个 spotlight 系嘅 function special 就喺呢度，所以依家我哋开 ，OK， 所以呢个删 spotlight 删咗 ，OK， 所以都吉埋啲，所以就揿呢度啫 ，OK， 所以依家你睇个班 ，OK， 过先，要得紧先，拨顶下先，啊，所以依家我哋调光嘅喺度冇，啊，系哦，所以呢个最光，系啊，啊。好，揿落嚟，有个 function， 揿落嚟，啊，系喎，好，如果你可以咁样调翻暗去，啊，你咁样咧就唔少层到人啦，因为越嚟越暗，啊，如果你调翻光去就光啲，啊，越嚟越光，系喎 ，OK， 呢个最光，呢个系最暗，啊，呢个最暗。所以暗个时候，你哋晏昼可以开咯，就唔需要咁光啦，因为晏昼佢系唔需要好光嘅。OK， 都期待我将会入呢一种 spotlight 俾你普通嘅拜哥用，好似呢啲普通用，就唔需要好似爱 Europe bike 啊 ，BMW 嗰啲几千蚊咁贵啊，呢啲唔需要嘅。到时我会俾你哋知道价钱啦，比如1000嗰度嘅啫，我哋就可以有咁嘅 function， 可以呢度够光够暗嘅。OK， 期待我嘅 iDim Spotlight，OK，iDim Intelligent Dimmer Spotlight，OK， 拜拜。所以一开锁匙，佢就着一下嘅，啊，跟住闩 ，OK， on Spotlight，OK， maximum drang， 啊，呢个系最光啊，你睇，好，啊，到 minimum。啊！呢、这个系最暗啊，喺度吓，呢个 minimum， OK， 再见 maximum， 啊 ，OK， minimum， 啊，呢、这个系最暗 ，OK， double light， 得紧谂下 double light， 啊，呢、这个 double light， OK， 再见得紧谂下，等下得紧 function， 啊。所以 double light 有三个 function， OK， on ballet normal， 啊 OK， maximum， maximum， OK， horn 呢？
OK, go!